这是柯基犬吗？怎么会皮包骨的身材？是不是都好久没有吃一餐了？到底多久没吃了才会变成这样子？哥哥，在这里啦！你看，他是被丢在这里吗？对，丢在这边。哎呦，怎么那么瘦啊？哥哥，你怎么那么瘦？吓死人了！看他很瘦，根本就是不到两公斤，一公斤也没有。我妈就长了骨头。对呀、啊，好离谱嘞！还是被丢。哥哥来，哥哥，带你去医院哦，带你去医院哦。贫血、发炎啊，肝肾胰脏胆功能是肝功能比较高哦。高是因为怎样？它应该有一些肝的发炎所导致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它的指数两个指数都偏高。像这种柯基狗正常大概几公斤？它的体重应该要到12公斤。对。我是冷宫丁，医生叔叔看到我都吓了一大跳。流浪的日子里，我都吃垃圾果腹，现在好不容易获救了，却还是有生命危险。大哥哥大姐姐，帮帮冷宫丁好不好？